人体机能有多强大。在寒冷天气且没有大量的保暖毛发和任何衣物情况下，身体会做出何种措施保命？雷格又开始了他的整活，他准备将全身浸入12摄氏度的游泳池当中。当然，在此之前，他带上了专业的测试工具，比如脸上的面罩能够监控自己的呼吸频率和氧气消耗量，手上的手指夹子能够监控心跳频率。在下水之前，心跳显示为85，体温为36.5摄氏度，都是正常的。然后下了水之后，雷格的氧气消耗量急速增加，呼吸频率、心跳频率也在增加。之后可以看到，在泳池当中的所有人都在不断的发抖，这是不受自己所控制的，因为这时候身体在消耗能量而保暖。但其实大量的消耗能量，你的皮肤可能就会开始变白僵硬。不过有另外一种简单的办法能够降低心率、降低能量的消耗，延长存活时间，例如潜水反射。就如同雷格的兄弟一般，现在心率显示为96，但一旦他开始憋气潜入水当中，仪器显示却为56，这是哺乳动物简单的潜水反射。在你开始在水下没有机会换气的时候，这种反射就能够减少氧气的消耗，给你争取更长存活的时间。同时当体温降低的时候，氧气的消耗量也会减少。对人类来说，寒冷在一方面是不利的，但是对于医学来说，寒冷却能够救命。现实当中就有手术应用温度这一条件，将病人调整到假死的状态，在无血液循环的条件下完美的完成了手术。看来合理的运用寒冷是能够救命的。我是但丁，我们下期见。